器材哦，这样会不会太烫？不会哈，下边是往上面换的。他是我在电视台找那个吊管，那个是电管是，但是不用油是那个，他是用姜是，他睡觉就可以，可以一定都有地方都会错，如果像姜来，这个动作很好，这个动作很好，这个动作很那飞进去的话，可能这管子里面过去，我要再重新再吸一点点那个，你也可以做多一次要多一点也没关系。这里没有把它弄的话，它会流出来，对不对？这就会把它弄出来，然后倒进去。你多准备一个两个，对不对？我再多准备个两个。你知道吗？这个怎么开关的？这样的，开关的，是这样的。有点烫吧？你是调降是不是？慢慢一点。好，那你明天就没有打算了。怎么样？好，那你就，那是他的妹妹是吧？哦，妹妹，那你妹妹来就帮我们按。这里帮你说。不用吗？不用，怕可以吗？不用怕，不用，没关系了，就下次，下次要带。这边是最热的。嗯哼。好，那要不，这样轻轻摸上去的痛。这里对，烫不烫？先要先发低一点，不用跑。这点呢？这里痛吗？这样对对对，这里就会烫了。这样子，这样这样，因为我刚刚给大家说，这样你这样，那你就可以再加个点，加你追一点，对对对，你这样，我刚刚因为这里痛，要去往前，往哎，对对对，往前，那这样就出来了。哎，对对对。这样子这样子，这样子这样下来这里还是要，你这里给你那么大力的这样钻下去是不是？对，是吗？对，有痛吗？这一次帮你推开呀，太紧了。可以有比较轻松的嘛？有比较松，好 ，OK， 好。好，这个患者就是我说最严重的，他那个伤口还蛮大，然后整个胸部其实你们看到爆掉的已经够大了，事实上他周围都是硬，很硬啊，硬结肿块，他一定要慢慢推，有时候光做这样，光在他胸部周围这样由轻慢慢按推，然后他硬要揉到松花的时间有时候都要2个小时以上，患者很怕痛，所以又不能太大力，
所以一边涂姜粉泥、哦、然后一边在周围慢慢帮他轻推。那轻推他会流出很多组织液、哦、他平常没有按推有时候也会流、哦、那按推流的更多，甚至里面还会流脓，整个、哦、白色的一坨就这样喷出来、啊、所以他们一直不断的流。所以刚刚大家在看、哦、上面还有盖卫生纸、哦、那个是因为怕流出来溢到旁边、啊、不好推，所以、哦、那个不是每个人都要这样做、哦、这解释一下。那这个患者我要求是一定是随时都要温敷。那也发现这个患者如果热源、哦、即便加强但按推不到位，事实上里面那个组织液、哦、有一些是会积在里面，然后硬结肿块会变大、哦、变硬、哦、所以按推也要到位。但处理这样的患者一定是以热源为主，按推为辅，所以他涂一般是前胸后背都要涂，借由皮肤让热源进去来补充热源。那按推、哦、虽然患者很痛，但是我们还是以患者在能承受的范围内尽量把它揉松、啊、不能一下子用暴力，就是慢慢轻轻的按，然后时间花长一点，一定要很有耐心、啊、所以我也觉得从四月做到现在已经八月了，基本上虽然没有办法一下子把它收缩，好像都停留在这里，但也还可以维持一个绒面，也就是好像没有恶化、哦、但是中间已经敷出很大的、就是包括志工还有他们家属还有患者本身都很努力在做了。所以像这样的患者我也在想、哦、如果没有延时点，这个情况又那么严重，很可能要 活几个月都很难、哦、因为两三天没有按它整个就绷紧，整个肿瘤就会 变大，这也是我看过乳癌最最严重的一个。好，我就补充到这里。